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。农历二月初二，第31道答案。送菩萨一表，要看设定表上所写要求的是什么内容，比如是建立内密坛场呢，还是择觉某一部法，或某一个咒，或某开示是正的还是邪的，然后再根据表中设立的内容，招请至少是不退地菩萨来择觉印证，如弥勒菩萨、地藏菩萨来取表，主法的大圣师站在远处，把公众当面写的表放在弟子面前桌子上，弟子们念出嗡啊吽三字，此表当场化红飞空不见，如此圣境印证所择的内容已被接收，这就是正确的。如果报表没有被化红，就说明菩萨不认可不取表种，也就是佛菩萨本尊不接收，这就是不正确或是邪恶的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代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。2018年3月18日。